我们来照一下这个蛋怎么样了哈？灯打开了，三号蛋。三号蛋有可能会出你小鸟吧。二号蛋。二号蛋还没有血丝。一号蛋，四号，六号。七号蛋已经变暗了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好像有头了，晃一下就不在了。三号，哦，这个已经有了，这就是受精蛋。13号，14号，16号蛋。好的，15号蛋里面已经有点变黑了。这是5号，5号里面也有，正在变化中。这是4号。很透明的，还没有血丝，有可能是没有受精的蛋。今天才用了一天时间不到，再看看吧，继续放在这里面。盖上盖，让他们都在这个孵卵袋里面、孵卵箱里面慢慢孵。